传承。今天呢，我们有一个行程，就是要去拍啦啦队，他们会来我们公司打气，所以我是要拍现实动态，所以我要跟着他们跑。总之呢，就是要穿得比较轻便一点，不能穿裙子。然后今天听说气温会下降，可能晚上会到十几度这样子，有点怕冷，所以我还是穿得蛮多的，穿了一个很薄的高领，然后跟这个洞洞衣，我觉得这个洞洞的外套超好看的。是今天的妆容以及衣服、裤子，就是这个裤子，简单大概长这个样子。然后我要赶快出门了，不小心又混太晚，等一下没有时间剪片，就要上班了。超级喜欢，也是日本买的。今天太阳超级大，我以为今天会低于20度，就没想到现在超热的。就最后把头发绑起来，但是我的衣服还是一样。总之，我现在要准备去公司附近的咖啡厅了，希望有位置。请他回烤过，所以应该是热的，先试试看。它里面有那种盐的香气，很酥脆。这个很好吃，配一口冰咖啡，它冰咖啡蛮好喝的。靠这个酱，然后可以放在这个肉桂卷上，它是可颂肉桂卷。可以讲一下。它的皮超酥脆，整个会爆开。看我切成什么样子，然后沾这个。超级好吃，它的外皮有一层酥酥的，然后肉桂味没那么重，再加一点肉桂味会更好。爆炸热量，然后又另外外带了两个盐可颂，打算要送给同事们吃的，然后现在要准备去公司了。
家稍微看一下，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一件窄的长裙，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瘦，但要有一点专业，有吗？不晓得，反正呢，因为今天呢是我久违的要直播，然后今天呢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平常直播或者是上班要上镜头的日子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好的，那我现在已经叫好那个5688在楼下，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冲去搭车，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摄影棚现场是在那个干谷街，就是在那个大道城附近，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要赶快，我要赶快下楼去等司机了。大家等等见，如果记得的话，希望今天这支 vlog 会录成功，因为我很怕我都忘记录影，等一下应该会很忙乱，没时间跟大家讲话，大家就用看的，拜。直接到现场去，然后等下可能吃个早餐，喝个咖啡，睡个稿这样子。现在直播结束了，在等吃饭，然后乙轩人非常好，非常健谈，而且他接话的反应也非常快。放下一颗大石头，因为这一堂其实蛮重要的。好累，肚子好饿。我昨天连去家乐福大润发大卖场的时候都还一直在 re 稿，压力很大。他讲跟他说落生日快乐，对，好啊，好，不用跳个舞，我可以只讲生日，好啊，来啊，我可以只讲生日快乐吗？可以，我们就一起讲，对，讲生日快乐啊，要轮流，要轮流，来，你不要只走到后面，你给我站着，这是 C 位给你，好，哎、欸，不行，你穿他直接被砍头，怎样？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谁起头？洛洛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说你生日，我就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什么礼物？